上感应篇的故事。作恶认为是能干。喂，你找啥人啊？什么呀？中奖了哦，真的哦！啊，要先缴20%的税金哦。哦，好好好，那我现在就去来给你汇哦。哦，这下赚到了呢。诈骗集团是不是拿着一叠报纸骗说是钞票的那种人啊？那是金光党了。村长伯伯，那诈骗集团会怎么骗人呢？其实金光党也是诈骗集团的一种，不过现在的诈骗集团组织更复杂，方式更多元。现在很多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电话，如退税金、中奖、老人年金、冻结账户、绑架勒赎，或者是假借书记官、警察机关等等相关单位冻结账户，趁机诈骗。有些还会分成很多单位，由不同人扮演，连手机显示的来电号码都可以造假啊！好恐怖哦！村长伯伯，那遇到诈骗集团要怎么办呢？遇到诈骗集团，先保持冷静，尽可能打电话到相关机关查询，或报警也可以。为了防范诈骗集团，务必牢记反诈骗三步骤：一、保持冷静；二、小心查证；三、立即报警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。希望大家能够帮忙宣导宣导。哎呀，村长啊，我们会全力配合的啦。同学们，除了牢记反诈骗三步骤外，以后无论是上下学或出外游玩，必须结伴同行或由父母陪伴，千万不可以独自一人，以免歹徒有机可乘哦。好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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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妈妈，哦，沙达哦，妈妈，你怎么这么开心？阿达，我跟你说，国税局哦，刚刚打电话来说我们中奖了呢。哦，现在哦要去汇款，晚上哦我们全家去吃大餐庆祝庆祝，好不好？哇，吃大餐耶，好棒哦！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嘿嘟嘟啦啦啦！怎么跟村长伯伯说的有一点像啊？啊，该不会是诈骗集团？哎，啊！你们在说什么啊？妈妈，刚才村长伯伯说，哎呦，好嘞嘎仔呢，啊，好嘞嘎仔，好嘞嘎仔，要不然哦就亏大的啦。贝贝，你不能这样啊！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不知道呢，走走走，来去给他看看。地瓜伯啊，是什么事啊？哎，你好，我是书记官。因为邮局有一批伪钞流入市面，记录里这位北北去领了一笔钱，现在要回收清点。哎，哪有啊，我根本就没有领。北北，请你配合。哎呀，我没领要怎么配合嘛？北北，如果你不配合，我们可要冻结你的账户哦。我哎呀，真是的。哎呦，哎，书记官大人啊，哎呦，你们不要这样嘛！啊，恰蒙是领多少钱啊？
记录是50000块。我，哎呀，你们决定怎么样？要回收清点，还是要冻结账户啊？哎，大人，等一下啦！哎呦，地瓜伯，我看要不要？哎，我跟你说啦，就这样这样。啊？哎呦，大人，能不能再算便宜一点呐？妈妈，我们还是请村长伯伯帮忙好了。对啊，村长伯伯说遇到事情要先保持冷静，我想还是请村长伯伯帮忙比较好。嘿嘿，哎呀，大人，那我们就去来给他找村长伯伯帮忙呢。可是我很忙，等一下还要到别的地方啊。啊，不会耽误你太久的。既然你们不配合，那我就先冻结你的账户了。啊，这样啊，让我想一下嘛。贝贝，你收到的是伪钞，不管怎么样都要回收清点的。哎，阿达，刚刚村长说诈骗集团常常假借书记官、警察等相关单位冻结账户，趁机诈骗，我们要小心哦。我是假书记官，这是工作证，请你们过目。嗯，嘿，是真的呢，看起来好像真的哦。小朋友，这当然是真的。阿达，你不觉得他怪怪的吗？会怪怪的吗？嗯，我不知道哎，不然我们一起去找村长伯伯好了。我没时间了，改天再带相关文件跟北北签署好了。书记官先生，别走啊！假书记官，不要跑！哎，胡爸，抓人呐！快啊！哎呀！幸好阿满他们帮忙，不然我的老本就要被骗了。嘿嘿嘿，我刚刚也是接到奇怪的电话呢，说什么中奖要先缴20%的税金。哎呦，要不是阿文我也就上当了呢。没什么啦，能帮上忙我也很高兴啊。妈妈，那晚上还有大餐吃吗？哦，这个阿达哦。美惠老师，刚刚那位歹徒看起来斯斯文文，说话感觉也很诚恳，怎么会做这种事呢？一个人如果拥有良好的能力或权力，却为了贪求更多东西而做出恶事，就像诈骗的人拥有很好的说话技巧和诚恳的态度，如果能劝人向善，一定可以大有作为。如今他用到恶事上，就好比古代有位官员。宋徽宗的时候，有一位转运官名叫宋生，在政和初年担任京西转运的职务，专门负责修建西内的工程。宋生平日就好大喜功，为了自己的前程，他都会以不择手段来达到目的。有一次，西内的工程需要做修补，于是就命宋生去修建。宋生看到有机可乘，就对着工人们大声地说：“哎，快快快，你们可要赶紧的来完成这项工程啊！这样的话，就可以马上得到皇帝的赏赐啊！”是大人，我们会更加卖力的。走走走，大家上工了，大家上工了，上工了，上工上工了。工人们听完了宋生的话之后，大家也都配合宋生早出晚归，非常卖力地赶着工程。然而，工程中的材料每每都需要加入牛骨灰才可以。后来牛骨不够用了，工头跑来告诉宋生：“大人，大人，牛骨已经不够用了，若不想办法，再几天可就要停工了。”若不及时补救，我美好的前程不就泡汤了吗？哎，陈工头啊，你带几位弟兄前往墓地寻找无主的坟墓，
把骨头挖出来烧成骨灰，来取代牛的骨灰。是大人。宋生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也不管仁义道德，而就命令工头带人前往墓地，挖掘无主坟墓的人骨，来取代牛骨。大人，大人，这样可不行啊！任意盗取无主之坟，又将骨头烧成骨灰，这有违反仁义道德的，恳请大人再三考虑。哼，什么仁义道德我不管，我只知道这项工程对我是很重要的，一定要如期完工。哼！而孙况看到了此状，也深感无奈，于是孙况就装病请辞，罢官离去。后来，宋生因为能及时的完工，徽宗皇帝十分的高兴，就将宋生封为大学士。宋生做了大学士之后，非常的得意，也更加的目中无人，为所欲为。过了不久，宋生忽然得到了一种怪病，每天都会无缘无故的抓自己的头，捶自己的胸，痛苦万分。他寻遍所有的名医，还是无法治疗他的病。就在有一天，宋生忽然发狂般的捶着自己，并且大吼大叫的说道：哎呀，我宋生挖掘别人的坟墓，盗取焚烧人骨的罪孽，是应当要惨遭灭门的啊！当宋生说完之后，口吐鲜血而身亡了。后来宋生家的人也印证宋生所说的话而一一的去世了。数年后，孙况因病去世了，魂魄来到了阴间。他看见宋生在烧红的铁床铜柱上受刑，满身都是血，模样非常的可怜。孙况又继续向前走去，来到了一间大殿，大殿上坐着一位民官，民官就对他说：孙况，你曾经劝阻宋生不要盗墓焚烧人骨，宋生不听，你就辞官返乡，可真是一位有心人呐。由于你出至真诚，就给你延寿12年，回去吧。民官说完，手一挥，孙况的魂魄又回到了阳间。孙况就如同在睡梦中苏醒了过来，而孙况还魂之后，就更加的谨言慎行，以此为戒，还常常对人说道：要知道，天底下最惨痛的灾祸，莫过于是灭门灭族的。而宋生因为有了贪图奖赏的念头，又违反仁义道德，于是就犯下了盗墓挖坟焚烧人骨的大恶，虽然得到了官位，但并非以正当的，没多久就遭到灭门的惨祸。所以我们不可以恶为能，而更应该要谨慎小心，以此为戒。古贤曾说，恶是因为贪念而起的，所以贪念是恶的根本，因此治恶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要去除我们的贪念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不可以利用自己的才能来满足自己的贪念，这也是古圣先贤为什么时常告诫我们要清心寡欲的原因了。哎，看来我得放弃晚上的大餐了。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，村子里就有两个人差点受骗，我们应该要好好宣导。阿达、阿文，你们愿意帮忙吗？虽然没有大餐，旺博可以请你们吃水果、饼干哦。好啊，好啊，那我们去找同学来帮忙。各位村民大家好，我是村长旺博，最近常发生诈骗的事件，希望村民们注意，诈骗集团常利用电话
或者是直接到府上通知中奖及带领老年年金退税等等，请大家务必小心，并且牢记反诈骗三步骤：一、保持冷静；二、小心查证；三、立即报警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。一、保持冷静。忍做残害，忍心去做伤人害物的事情。阿达、阿福，吃过饭后要不要一起到小林家写作业啊？好啊。今天的回家作业只有生字练习，不像昨天有数学，阿达今天不能抄了。小气鬼，喝凉水。哎，这是什么啊？尿大便。阿福，你中了第一特奖了。哼，可恶的便楼啊，你们怎么随便大便呢？可恶！哎呦，我好痛哦，好痛哦！阿福，你还想来个畜生球保送上垒啊？哎呦，阿达，我已经有够衰了啦，怎么还笑我？好啦好啦，我不笑啦，我不笑啦。哼，你们这些臭壁楼啊，给我记住。阿福，记得要来写作业哦。哎，男主角来喽。我报仇了。哥哥，你报了什么仇呀？来，你们看。啊，里面是什么啊？阿福，阿福，快点给我看看，快点给我看看嘛！喏。啊，是变楼啊！哎，阿福，你是怎么抓到的？等我回家之后，我还要再去抓。可是阿福，老师说壁楼啊是候鸟，而且现在数量越来越少了，如果任意捕抓是会罚钱的。哼，你乱讲，才不会呢。阿福哥哥，壁楼啊这么可爱，你为什么要残害他们呢？你看他们叫得很可怜呢。哼，谁叫他们要大便在我头上？嚯，阿福，人家说心宽体胖，你怎么这么小气啊？壁楼啊，不小心大便在你头上，你就把他们抓来虐待。没错，而且你也不确定这两只就是在你头上大便的那两只啊。哼，反正都是壁楼啊，我才不管呢。阿福，那我也要一只。阿国，你别闹了。阿福，你再这么不讲理，我要向水红老师报告了。嗯，阿山，等一下我们把阿福的壁楼啊抢过来。嗯，阿福，我听到阿达说要把你的壁楼啊抢走。阿达，你们别想抢走。好了啦，拜托你们不要吵架。阿福，把壁楼啊放掉了。休想啦。同学们，怎么啦？没事，没事啊。老师，阿福抓了两只壁楼啊。哦，老师，事情是这样的。阿福啊，你先不要紧张，老师先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，听完以后你再想想看要怎么处理这两只壁楼啊。
古时候有一位名叫许真君的猎人，他从小就很喜欢打猎，所以对于猎捕鸟兽也就非常的在行了。真君兄啊，你今天的运气可真不错啊。阿坤兄，你也不差嘛。我这两只小山鸡怎么比得过你那只大山猪呢？那可要谢谢你的承让喽。哼，你少来了你。说真的，如果卖了好价钱，你可要请客啊。好，我请客，我请客。这才够意思吧。数日后，许真君准备上山打猎，恰巧遇到邻居阿坤。真君兄啊，要上山打猎啊？是啊，你要一起去吗？好啊，那你等等我啊。好。于是阿坤就与许真君一起上山打猎。当他们走到树林的时候，突然听见草丛里发出刷刷刷的声音。许真君停下了脚步，转身向在一旁的阿坤说道：嘘，小声一点，有猎物出现了。真的吗？在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嘘。许真君拿起了弓箭，慢慢走向前。突然间，有一只小鹿从草丛里跳了出来。许真君捻弓拉箭，嗖的一声，小鹿应弦而倒。在一旁的阿坤高兴地说：耶，帅呀，射中了一只小鹿喽。当许真君正往小鹿那儿走去时，他看见一只母鹿焦急万分地奔跑了过来，跑到了奄奄一息的小鹿身旁，低下头看着他。只见母鹿不断地用舌头去舔小鹿的伤口，神情非常的悲伤。阿坤看到此状，连忙拔出弓，拉起箭，瞄准着母鹿。当他准备发箭的时候，忽然看见母鹿抬起头，对着天空悲鸣了几声后，就倒地身亡了。奇怪，那只母鹿怎么突然倒地呢？不知道哎，要不要过去看看？这只母鹿已经死了。许真君看见母鹿已死，心里十分疑惑，于是拿出刀子剖开母鹿的肚子，想了解母鹿的死因，赫然大吃一惊。他看见母鹿的内脏及肠子已断成了好几节，顿时大为感动，而悔恨不已地流下眼泪，并且说道：我今日为了打猎而射杀了小鹿，但母鹿却因丧失孩子而悲伤到肠断身亡。虽然人畜有别，但是爱子之心竟然是一样的。阿坤兄，我们将他们母子安葬好吗？好啊。许真君与阿坤将山鹿母子安葬后，许真君就拿起了弓箭，对着上苍发誓：我许真君从今以后永不再猎杀动物，祈求上苍为作明证。说完之后，就当场把弓箭折断，而默然地离开了。真君兄啊，真君兄啊！我肉众生肉，名书体不书，原同一种性，只是别行区，苦恼从他受。